吴磊化身青春学弟，穿小黄衣现身户外拍摄广告，工作人员在现场帮忙整理服装，凑过去听工作人员说话，歪着头的模样看起来乖乖的，手指着远处，工作人员贴心地扶住弟弟的胳膊，把拍摄流程和手机递给工作人员。站在人群中一眼看到三十弟弟，就是人群中最亮的仔。正式开拍，弟弟秒入状态，跳进镜头，站在阿姨们前面，直向远处跟阿姨说些什么，反复拍摄也不厌其烦，每一次状态都超好。三十弟弟看起来青春洋溢，对着阿姨们腼腆一笑，这个笑容也太让人心动了吧。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调整拍摄细节，活泼小吴再次上线，再是一次歪着头随性又自然，怎么看都是阳光学弟。期待弟弟的更多作品。